许注意到了哈，在第二届中国苏州平面艺术节上，有一位亮丽的青年演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吴中区评弹团的陈演。在中篇弹词《香山四郎》中，他演唱发挥较为成功，注重角色的真情流露，可谓是唱腔是随着情而发，让人听来十分自然贴切，唱腔委婉悦耳，动人动情，加上台风亮丽，自然许多观众啧啧称赞。
否则太女太荒诞，怕的是喜人比比真是有更好观音永远不奔安安，因此他会温柔苏句的啥门you
声娘妈咪咪，啥
两月喜鹊随心月里花草好不所以先君子大花衣。
着我那湘君一，我们怀人亲亲，相思是双双对题，门是西有你弄的身体，永是
为番汉语离家去，山沟子多水空荡，对沟灯他推船把你远，真身他是这里机来为病，是的坚持领带把太平四个字两屋里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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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奔到菜坪堂里了。菜坪堂里嘛，牛来是神菜屋堂里，打进去嘛。哎，恭喜你姐姐啊！恭喜你姐姐！哎哟，菜坪堂里都忙嘛。刚才夫人认识我都是个技能，你都搿批屋里才来恭喜我的。那现在如果你要恭喜了，恭喜的讲哟。谁动头嘞？哎呀，你小姐啊，你也吃果子呀？呀，对。哎呦，不要把奶味成啥个样菜了？真的呀，那他太出去，现在弄得嘎不放过呀，你是那个第三帮夫人贼。哈！啥有个总能自己个？太公娘听到个浪下人轰三人立起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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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把紫玉堂上一口门，生的自己难忘的不得了。自家眼睛过来在娘门的噔跑身起去下来，哎呀娘啊，妈妈你弄得不睡啥了，大家刚才没开心，得住菜瓶噔噔噔奔进来跑地上一句，
两栋眼立刻出乎了。啥人欺瞒呢？哎呀哎呀，哎，真没受欺瞒呀！我也啼哭啊，啥个事体讲给我听？真呀了啊！啥机械这个的？你也刚刚商量定当，不是事与刚是关，为分来得及的恭喜有喜呢，还是机会那还啥？女孩不由的，不人女啊！哎呀，脑袋一粒头子上七点了。本来嘛，我势力方清，你们拼命帮了这个方清，根本我想你搞不方清，总人女，啥里不人女？哦，一想对着。不人女是假，太高尚是真。因为我们青山男人假，十万两银子高尚。那么李老师啊，你是妓女，也是乌地出身，非那娘打个呆子弄个五万，可是一太太。那么爹爹妈妈来多定，青山男人十万，男夫为十一块的，还是十万？哎呀，你看。苦寒，哎，妓女出家体味，红绿谋定你善尽，念不给。不是个，我一个是林叔生女人了嘿，对阿三妈妈不肯嫁了嘿，来不及不肯部分人爱的嫁给，难找事情。方太太对你妈妈还是奴隶，你汪孔彩萍是多不里的人，你的心思你不了解。彩萍不是个种偷财之辈，啥个事体我有什么？哟，彩萍啊，继母，我晓得，你们爹夫那个爸爸，因为男人都爸爸，我那大大想想来，爸爸故事在古代了啦，神啊个。关帝庙里向，那么呢？每年清明冬至嘛，自己也祭奠一点。那么现在你要祭他，啥人去祭？啥人去点呢？你要自家努力打主气吧，你不够能力，不挨个。你不嫁给我儿子，这口狗财呢，总归把你打在红楼去，摆在我身上，你定心么子啊？跟你说的罗大气的家，哟，君母。谋生贵的在梦丢下一杯等于你谁别眼里有够后面的美云人生他说别兄弟那听君谋里丢女兵丁一个绝无的结棍红楼不起开你到你这趟是两王高之位你必帅了心安一样好口谢口娘都了娘里盖娘里贴我就耍个蛋这头心毛毛黑我龙说是你到底也好你的心思你也得管门门口
沈彩云想不来，侬晓得你个脾气，晚上不肯，睡觉不肯，啥地不肯呢？我来说，哟姨妹，哟弟弟，你啥侬不肯呢？我记得没清爽，当初我一张门庭选家务事，上门的托三张，内当中一张，我说得没清爽。他是我死下来，别地来，你带我嫁给别地。我身体还个，你两个里也用我王女人，一旦嫁不放心，这样自己没道理这个，不是没办法，啥地不肯的，可是，哟弟弟，嗯，我们姊妹你，举杯敬，谁不送子开生，你弟弟。几乎奔赴都是比动身爹呀后来提离身你后是后世再见身历史今生不一家陛下不神秘